好的，欢迎回来卡卡榜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卡 K 歌房的大来宾呢，依旧就是我们人气非常旺的星光二班。先一一的自我介绍一下，先从那个佩慈开始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慈曾佩慈。大家好，我是大 Q 吴宗铭。大家好，我是梁文英。Hello， 我是安妮林依蓉。大家好，我是星汉。其实今天啊，星汉的服装跟他们很搭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我刚刚还想说，其实我们就是星光三班，一起来唱我们的主题曲。你们是我的星光。默契需要再培养，有默契哦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当然其实今天非常开心的，星光二班来到我们的卡拉 OK 歌房。但是其实今天刚好是一个情人节的特辑啊，大家有没有印象最深刻，就是情人节怎么过的，或者是说自己的初恋啊，什么都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。佩慈呢？其实我还蛮倒霉的，就是我都没有过到情人节，有情人的时候都没有过，就刚好在忙两个情人节的中间就。然后，但是，所以就是我都是看着别人过情人节，但是因为后来就是人家我的好朋友们在一起也久了，然后就会叫我跟他们一起去过情人节。那你这种就是会不会觉得很心酸？每次到情人节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生气。我不会觉得很心酸，但我会觉得给我等着有一年就是情人节，我好好的过给你们看。等到有一年真的有男朋友的时候，我会把他吸干。我要把他你知道我积了这么多年，就好好的过情人节，就好好的对他这样子，好好的过。那钟敏呢？钟敏哦，因为我之前谈的恋情就是远距离的恋情这样子，所以情人节其实就也没有真的好好一起过。提到这个事情，应该你是最难过的吧？哎呀，我知道前几天的报道有讲到关于您的恋情。没关系啊，就是大家还是好朋友，大家还是好朋友，开心就好。对，真的哦。梁文英刚刚跟他碎碎念什么？没有，悄悄话。那梁文英呢？我其实每年都会过啊，就是跟谁？跟谁？跟我？跟谁？跟谁？像今年最有可能的，当然就是跟自己星光二班的这些同学们一起。对啊，我觉得今年就是一起过了，一起过。那有没有印象很深刻那一年怎么过之类的？有。那是怎么过的呢？其实每年都有印象，但是那一次是因为我们到某间餐厅吃饭，然后吃完过了没一两天，那间餐厅就因为台风天垮了，所以我印象深刻，就以后都去不了了。那会不会以后情人节就不敢去吃饭了？然后就有拍照啊，就觉得又有变得就是历史性的照片。这种真的很像在追忆的感觉，很酷啊，但是也蛮酷的。那怡蓉呢？怡蓉其实在国外的时间很多嘛，那国外在台湾有过情人节了吗？台湾。可能小时候吧，可是那时候可能对情人没有那么那所以你的都是在国外，国外的气氛应该更加的那种浓烈吧。英国还蛮注重情人节的，然后学校也是都会会发玫瑰花，就是你会有学校干部，然后让你写小卡，然后他们在情人节当天，然后会在会到班级上，然后发送你那时候订的玫瑰花这样。哇，那订了，所以才会就是你等于说这个是像是宅配服务就对了。对对，只要你写你要订什么，他就会送给你几班几班的谁谁谁这样。哇塞，对，要钱啊。这样要钱啊？如果是免费的话，学校就亏大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对，哇，所以其实每个人在情人节真的都有不同深刻的记忆啊，或者是不同过的方式。但是今天其实你们来到这边，我们有特别准备了一个 VCR， 就是呢去 KTV 里面必点的一些情歌，可以增进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。一定要的啦，一定要的啦，对不对？马上来看一下。第一首歌，看看就是张学友跟高慧君《你最珍贵》。哇塞，超难唱，经典啊，情歌经典，经典。那他觉得超难唱，那时候我们应该国中而已吧？国中而已，怎么可能？已经学会了，那时候我才幼稚园呢。这是经典，这一个歌一定要。而且现在高慧君好像比较少唱歌了，对。而且学友哥开完演唱会，听说他要封麦五年了，为什么这样？对啊。所以这个歌以后可能绝响了。接下来是吴宗宪跟温岚的《屋顶》，经典之经典。哎，但是说真的，在他很红的那段时间去 KTV， 会不会不想听到这首歌？你说，因为点太多了。就男生非常爱挑战，我的男性还好，真的哦。我本身还好。怡蓉是不是比较少唱到这样对唱的歌？可是我跟温岚对唱过啊。哦。他很棒，很棒。接下来是郑中基跟陈慧琳《制造浪漫》。我刚刚
这个真的就是国小了。其实是不是以前的歌对唱情歌大家印象比较深刻？对，还是刚好是在我们那种年轻的时候，学生的时候。而且这个我们在部落用10块钱也可以点得到，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哇，真的点得到，小小孩子都会唱。极限浪漫。一个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，大家都会唱。接下来是飞儿乐团的天天夜夜，哦，很新哎，嗯，这首歌应该就真的是定情曲，嗯，对，它结合那个前面那个，对，对，还结合那种老歌英文的歌曲这样，这唱的就叫告白了，对啊，但是去 KTV 点这种对唱歌真的要很危险，因为如果你点了，没有人要跟你唱。就只能卡歌了，对，而且这卡掉很糗哎，对啊，超糗的。接着是曹格跟卓文萱《梁山伯与朱丽叶》，这首歌好甜，好甜。这男生唱了就是会自杀。这首歌就是女生好像还好，女生难唱吗？唱这首歌，这男生就超，男生还蛮硬的啊，还 OK 啦。哦，对，到后来会很就这首歌，对，哎。这超难。接着就是品冠跟梁静茹的《我爱你》了。文英有挑战过啊？嗯，对。有啊，就是跟品冠老师第一次忘词。回忆一下，回忆一下。第一次忘词，第一次忘词就在那个时候。就本来很期待啊，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真的很好，印象深刻啊，因为我忘词，谢谢。我想大家对他这首歌在电影里面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深。对 ，K 歌情人。接下来要听到就是陶喆跟蔡依林，今天你要嫁给我。这首歌老少皆宜啊，对，还有 rap， 还有 rap， 而且呢，它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大家可以一起唱大合唱路线，对，没有什么太难的难度，因为大家就是轻轻松松的唱。很多婚礼都会点这个，对，我最近就有听过别人结婚。那一年的那个就是办婚礼的，应该很喜欢这首歌，很多。感谢这首歌让他们的业绩蒸蒸日上。对。好的，看完这些呢经典的对唱情歌之后，大家有没有一些想法？就是你们去 KTV 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对唱的一些事情？佩慈呢？我记得有男生啊，想用歌曲暗示我，但是我就跟他唱完一段，我说啊我不会唱，然后就渐渐拒绝他。哦，对，哎，这种委婉的拒绝也是，因为他一直看着我唱，也不是。哇塞，害羞。不准，我就有点所以如果他音唱的准，也许你可以接受。没有，我有陪他唱了一段，哦，就朋友啦，算是有情有义了，中明中明。啊，我的话就是跟朋友去唱歌，通常我男生朋友唱歌都还好，所以都是我唱男，都唱男男对唱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男生跟女生的歌的话，都是我唱男，都是哦，都是你唱那种负责，还 OK。等于说你就是负责那种女生不管点了什么样对唱歌，男生哎谁要唱你就跳出来了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是应该要这样，男生一点。文音呢？文音，我是最怕遇到合唱，然后他就是音不准，让我就很怕被他拉走，这种很可怕，这种很可怕的，就很想把他唱完，而且他又很想找你唱。而且他坐在旁边的话，哇塞，然后就觉得很吵。怡蓉呢？怡蓉，我是很少去 KTV， 可是因为英国没有，嗯，那而且我是因为女生朋友比较多，所以通常都是女女合唱。所以今天呢，其实刚好呢，也要带来一首女女合唱的歌曲，就是怡蓉要跟我们的佩慈要唱《如果的事》。是的。哦，准备好了吗？有，好了。有，后面有评分的哦。待会就把它做出来。好了，开玩笑的，马上来看一下《如果的事》。我想过一件事，不是坏的事，一直对自己坚持，爱情的意思，像风没有力，轻轻吹着走，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，我不去证实爱你两个字，不是对自己矜持，也不是讽刺，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，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放肆，我很不服，我还在想着那件事。
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，陪你想我一次。如果你因为我而去世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，听我爱的 CD。如果你愿带我一起旅行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，为爱勇敢一次。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，啦啦服务生啊，水饺一盘还有薯条，谢谢奶茶。你的服务态度有问题啊，太慢了吧，还有人进来骚扰，怎么回事？人性不够强。我不敢去证实爱你两个字，爱你两个字，不是对自己矜持，也不是讽刺，别人都在说我没有很无知，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放肆，我很不服，我还在想着那件事。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，每天想我一次。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，爱的美丽。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，为爱勇敢一次。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，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。怎么叫男生唱？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去看那个词，爱你。好了，看完这首歌之后呢，我深深的觉得，其实他们的感情应该不是很好。而且刚刚两个在前面很深情的在唱啊，后面两个一直狂打，哔哔哔，那是一种效果。怎么感情超？那是一种效果的，没关系，待会就是他们两个唱。哎呀，对，待会他们两个。这里锤子交给我，锤子交给你们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待会的广告之后呢，星光二班还在这边陪着大家哦。欢迎回来，卡拉卡拉榜！今天的情人节特辑由我们的星光二班陪大家。那么当然呢，刚刚已经聊到很多情人节的事情，但是你们心目中有没有一首自己公认的定情歌，或者说最浪漫的告白？曾沛慈先讲，定情歌。定情歌哦。哎呦，想不出来。吴宗铭先讲，定情的歌哦。其实谈恋爱的时候，就是只要跟感情有关的歌都可以有关系，对啊。可是有的是分手的，有的是甜蜜的啊。好了，对吴宗铭来讲，现在都是一样的。还 OK OK。那梁文音呢？但是《珊瑚海》吧，虽然那首歌不是好，不是说就是甜蜜的歌曲，可是那是我第一次跟他唱这么好听的。哦，所以珊瑚海在他印象中是非常深的一个这种，就是男女定情歌啊。李咏呢？我是宇多田的 first love。哦，哇，经典！真的，你知道我是什么吗？你把我灌醉，而且我是被灌醉的那个。哦，没有开玩笑，那佩慈有没有想到？真的想到了，太过了，太过了。所以你知道？没有，就是。其实我真的觉得，只要是他用心唱出来的歌，不管歌词，哇，都是好的，真的。好会说话哦，真的很会说话。但是没关系啊，当然今天星光班来到这边呢，刚刚已经唱了一首歌，接下来呢，吴宗铭要带来另外一首歌，是，也是在节目比赛里面很大家广受好评的一首歌。也没有啦，就还 OK。心动，你们心动了吗？都没有哭吗？好，来听一下。啦啦啦，滴答，哦。
个 feel， 它是一种 feel。说话有多久没见你？安静啊，我扣分。以为你在哪里？小胖老师在看。你比赛到后面的选手。原来就住在我，你怎么做示范给电视机前面的？星星在上面不是右边？知道，有很多的朋友，真心唱好吗？有多远的距离？白虎破飞，听不到你。在唱不好咖歌。七夕，谁知道你背影？不要闹他。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刷牙，刷牙。过去让它过去。那还是要刷牙。来不及，从头喜欢你。白云缠绕着蓝天。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，是不是？耶！好沉浸，不要理路人。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不要这样。那你用那个。从头喜欢你，白云缠绕着蓝天，永远坐在一起，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好啊，总是想再见你，还有啊，还试着打探你，你在哪里？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心里。陪护我的回忆，不要带，不要把我带走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吴中明的演唱，但是呢，其实中明今天的这个表现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。我们先请我们的佩慈老师先讲评好了。我给两个灯，两个灯为什么？没有用心，他心在左边，不是右边。刚刚有很多路人一直打扰我。那个，我们接下来请打扰。其实唱的不错啦，但就差我一点点。那文音评审呢？我自己是觉得。还好啦，反正就是差不多这样。有啦，有比平常进步啦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灭绝师太一龙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今天你就暂时讲一下，对，你要讲一下。学小虎有要狠哦。他又狠哦，可是我刚刚想说他那个走镜头离镜头近的那个就是效果蛮好，还不错，所以有加分。就让我化妆哦，加分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呢，其实表现相当的不错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文音啦，文阿姨，文阿姨，哎，赶快把脚抬起来，敲膝盖。快来帮我！要带的是理想情人，他无言以对。来看一下。像样手镯，看着手表，时间快到，心砰砰的跳。和你的第一次约会来临，换 pose， 换 pose。金色的阳光洒满人行道，换了新唇膏，把头发弄好，要你看到。然后往下用我的好，喜欢看你走路。充满自信，说话时你的专注眼神，温柔的表情，笑容里的天真。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。你想，你想。
情人节气氛是否也会有我的份？时钟见，好想见到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？给我这样的。亲爱的你，我看最深。心声当朋友变成情人，可不可以告诉我标准，不要让我一直你会唱了吗？谢谢。好的，今天的卡拉 K 歌房呢，让大家看到的就是呢星光二班不同于超级星光大道的另外一面，他们抛媚眼的那一面，就对了。但不管怎么样了，我想星光二班后面的宣传活动一定会非常的忙碌，到哪里可以知道你们一些相关的行程，或者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地方？当然是环球官网喽，官网。以后呢，网址是www.newmusic.com.tw。流利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也希望大家多多的上面帮他们打气，因为其实我想大家在超级星光大道的表现，大家都看得到。例如说，仪容还特别就是开始学跳舞，从不会跳舞到跳舞。然后文音呢，从那种迈不步回来的时候那种感动，甚至是那个钟明也是一样，学跳舞啊什么，还是说像那个佩慈跳 Flamingo， 哇，然后披着那种棉被，对对，那种感觉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要拿牛奶那个。也希望你们的坚持跟用心能够让更多人听得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我们星光二班，卡卡榜待会回来。